C'est vraiment très urgent. Je vais porter cette robe au mariage de ma fille. Désolée, mais cette robe doit être envoyée au siège pour la réparation. Ça prendra combien de temps ? 4 jours. Oh là là, ce soir, je vais partir. Comme la broderie est sur les manches, notre cadre de broderie est trop grand pour la réparer. Est-ce que vous n'avez pas d'autres solutions ? Je peux essayer. Vous avez une solution ? Oui, j'ai une idée, mais je ne peux pas le rendre identique comme original. C'est quoi cette technique ? C'est la broderie de Suzhou de la Chine, une technique très ancienne. Merci, merci beaucoup. Pourrais-je prendre une photo de cette robe ? Je voudrais garder un beau souvenir de ce mélange entre l'art français et l'art chinois. Bien sûr. Merci. Je vais raconter à Mia ce qui s'est passé aujourd'hui. Tu mérites vraiment un grand compliment. Merci. Tu la kan yi. Zhe yi hong na, jiu ni de shi ji shi, xi wang ni kei xi.感谢唐总，我非常满意。我希望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创作出非常优秀的作品。我一定不辜负唐总的期望。我准备就在这儿搭个行军床，我就住这儿。这可不可以啊！好好工作必须要有好好的休息。明轩，来，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明远时尚的设计总监夏雪玲。陈老师你好。嘿，别叫我陈老师，就叫我程阳。我以前看过您的作品。 但是没见过本尊啊。欢迎你来明远。哦，对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刘培。以后你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和事情，都可以找他。陈老师好。哎，你好。先让大名。<笑>来，给你介绍两个助理。这位是余夏，是比赛之后进入公司的，虽然来时间不长呢，但是表现也是最好的。这个是陈东东，是所有实习生中表现最优秀的，以后就交给您了。陈老师好。陈老师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那你们就先忙吧，我设计室那边还有一些事情。好，你先慢走。夏总监跟我想象的可不一样。你想象中是什么样子啊？他现在看起来更像艾尔莎。什么？冰雪女王。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看来你们现在相处的已经很融洽了，啊，先不着急工作，带程老师四处熟悉一下。好，好，一定好好熟悉。加油，好，唐总慢走。好，唐总。唐总，忙呢？啊，我只是接过电脑，别打扰你了。没有。 哎，唐总，那个程设计师来咱们明远真是可喜可贺啊！你说这样一来，夏总监就算再忙的话，你再也不用手忙脚，就是那个绞尽脑汁这么多天了，咱们是不是该休息了？累了是不是？没有没有，不累不累。小真美，走，开车咱们俩出去一趟。去哪儿啊？绣房。
刚刚喝口水吧，第一天没喝水，谢谢。忘跟李师傅约好了吗？约好了，现在他在博物馆，马上过来。走吧，咱们去看一下。唐总好像有些消瘦啊。是啊，最近确实有一点忙。我听莫非说您去法国了，怎么样？他还好吗？有些日子没见他了，还真是挺想他的。您放心好了，他这个小丫头，她把自己照顾得可好了。那这点是随他妈妈，又坚强又独立。您跟小飞的妈妈认识？对呀。他妈妈呀，就是工作太忙，满世界的跑。以前寒暑假的时候呢，他妈妈就把他送到我这里来，让我来照顾他。结果呢，反倒是我多了个小帮手，他把整个绣房都打理得井井有条的。您这么说，我还真有点不相信呢。这个孩子呢，就是性格直，脾气犟，容易得罪人。唐总，您呢比他大几岁，还请您多多包涵他。再有，他现在在国外，他弟弟也请您多多关照。放心吧，我当然会了。莫凡。啊，唐总。上车吧，我过来看看。哦，来。冰淇淋啊！是啊，你姐姐特意跟我说呀，你从小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冰淇淋。啊，我小时候是挺爱吃的，但是，唐总，我现在在训练期，我也不能吃这种甜的。哦，对。那我来一个。哎，你刚才叫我什么？唐总啊。唐总。姐夫，姐姐走了以后就自己一个人在这住啊？对啊，姐姐不在，家里真的挺冷清的。有没有想她？谁想她？我们从小就吵架，还打架。唐总，姐夫，我跟你说，我姐打架可厉害了，我都打不过她。那是小时候的事儿啊。以后不准再欺负你姐吧。哦，知道了。虽然说你姐确实有点胖，也挺能打啊。可不是嘛，姐夫。